一角一个锦鲤啊。哎，爱吃锦鲤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叫周玩将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随缘，只会野人。没毛病，这波嘎嘎跳得很远，一会儿弄他们。来了。俩。没看着我哈。完事儿。完事儿。三个人头，这不仨人头到手吗？费劲吗？灭他一个就等于灭他们全队。过去了，完事儿。呀，还差一个。哎呀，不对呀，我去，太吓人了，我不能动了啊。哎呀，死了，你气人不？死了，那搁那呢？近点来人了，完事儿。这小子还搁那瞅呢啊！咱走，刚才那嘎嘎可不是说。一把那小孩儿，稳住，别着急啊！一会儿弄不好有人开着蹦，知道不？弄不好有人要开着蹦着去，咱搁这卡住这车，来人揍他！太复杂了，现在这人，我操，这怎么还能有人呢？